你不要跟我讲科学无国界，技术无国界，艺术无国界，哪有这种事？我昨天就说了，金融战它的核子武器 SWIFT 已经把俄罗斯的一些银行排除在外了。美国这样要求之后， SWIFT 总部它胆敢说不吗？不会。然后其他国家就开始锦上添花啦，站在美国立场当然锦上添花，日本啊、新加坡啊、欧洲啊什么什么，大家都哎，我们抵制俄罗斯，科技上美国也要，所以台湾的台积电、大陆的联想跟滴滴也都宣布制裁俄罗斯，这个都是在美国的软硬之下。可悲的是台积电是当年蒋经国他所创的，结果现在全部用来支持美国的利益，科技战是这样子。那其他呢？太空战呢？星链计划，星链计划不是说民用吗？是人类为了人类的利益吗？只是商业的呀，那没有关系呀。这样一个 low tech 就是低科技，也不是高科技啊，因为星链计划它用的是非常便宜的、廉价的、粗制滥造的卫星，但是用大量的卫星就很便宜，小小的但很多，要打2万多颗，现在要打到4万多颗。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他在观测宇宙的时候，他看到的都是星链计划的卫星，已经造成无可弥补的光害。然后他的太空撞击事件的可能性就让大家非常害怕，连欧盟现在都非常害怕。他把地球的轨道全部都占满之后，那别人怎么办？我很早就已经提醒大家了，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提醒大家，我还被很多人骂，说我是怎么样眼红马斯克吗？那这样一个本身就危害大家的众人的利益的一个星链计划，单单只是图利了马斯克跟美国政府，那这一次他更第一时间他送去了星链计划的接收器给乌克兰。所以请问这个是商用还是民用？再来，波音，波音已经宣布对俄罗斯所有航空的维修啊零件都暂停了，这也是制裁。波音啊，波音的航空它是民用的呀，但是我现在要制裁你，不让你飞。欧盟全部都禁止俄罗斯的航空经过它的领空，你不能够经过，你当然不能够下降啊，不能够降落了。所以俄罗斯的航空已经没有办法飞到欧洲，当然也不可能飞到美国。所以这个制裁的力度是非常可怕，是所有的力量我都拿来制裁你，侵略人家是错的。那么美国侵略阿富汗为什么没有人制裁他？美国用洗衣粉侵略伊拉克为什么没有用这样子的标准来制裁美国？为什么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，以色列打叙利亚没有用这样的标准来制裁以色列？为什么英国打福克兰群岛，从北半球跑到南半球，你说那是你的领土吗？福克兰群岛当然不是英国的领土，那是他作为帝国主义的时候他抢过来的，有人制裁他。所以制裁只是借口，制裁只是理由，只是手段，真正的原因是要贯彻美国的霸权。我们在讲美国，他现在同时要拉动印太战略，在欧洲他是用北约牢牢的钳住欧洲，因为欧洲有自己的欧盟嘛。那美国一方面很害怕欧盟，他很强大，欧盟很强大就可以对抗美国，他不希望欧盟强大，所以他呢就很希望英国脱离欧洲，英国脱离欧盟呢给欧盟重重一击。英国脱离欧盟以后，英国就更加的依赖美国，所以现在美国要叫英国干嘛，英国就赶快跟着哈巴狗一样，就赶快干嘛了。以前英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听话，
他现在没有欧盟啊，他更要靠五眼联盟里面的美国啊，啊，因为他仗着五眼联盟，哎呀，我们是亲上更亲的一家人，五眼联盟全部都讲 英语的嘛，那美国叫他往东，他不用西，所以制裁华为，英国跑第一，在找新疆的麻烦的时候，英国跑第一，就英国跟美国是联动的，一起动的，你看他所有的美国做完以后就跑到英国做，不管是召开什么公听会啦，不管是讲什么话啦，不管是 CNN 啊跟 BBC 啊，对不对？ BBC 搞新疆那是可是出名的。美国需要一个比较衰弱的欧洲，它比较好上下其手。那美国跟乌克兰，乌克兰是一个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，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富豪都是跟美国一起做生意，掏空乌克兰国产，甚至他有很多很多的高阶官员原来都是别国的人，甚至是美国人啊，突然之间这几年来突然间跑去乌克兰变成乌克兰的官员了，这个有趣了。那双重国籍，因为乌克兰他是成员。好，那乌克兰作为美国的，我不能够讲走狗，但不用走狗你要怎么形容呢？美国说你不可以把一个公司卖给中国，结果明明都已经签了商业，乌克兰反悔，立马反悔，怎样？哎，美国老大说我不能卖，我签的合同都没有用，不卖。那这样子的乌克兰他一直很想加入欧盟，加入北约，这也是美国所赞成的。加进北约，哎，有规定啊，你要买多少武器，你要付多少钱，而美国是北约的老大，我坐庄啊，我叫你们要出多少钱你们就要出多少钱，你们出太少钱了。这一次俄国打乌克兰，大家纷纷都说好吧好吧，我们要多交钱，我们要扩展军备，这是欧洲的反应。那为什么欧洲反应又很激烈？他们第一次这个战争啊是在欧洲啊，是白种人，是白皮肤，是蓝眼睛啊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他们是我们自己人，所以欧洲的感受很强烈。那欧洲怎么办？一方面要拉着美国，另外一方面他要拉着中国，美国也要一方面打压中国，另外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中国跟俄国走太近，欧洲也不希望中国跟俄国走太近，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啊一直要找中国，欧洲现在也来找中国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我们四月我们来举行一个中欧的高峰会议啊。”中国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们来谈那个中欧投资协定啊，谈了那么久，中国对欧洲是全力的让利，最后也签了。”签了之后美国表态让欧洲你给我看着办，欧洲开始表演啦，对不对？欧洲一个国家两个国家，欧洲议会的人怎么样对新疆要制裁，欧洲先骂中国，然后又对新疆的事情又用法案各种各样的来制裁中国，被逼的反制裁，结果人家不准你中国反制裁，人家说你不文明，人家说你反人权，就是盯死了说中国种族灭绝。好，所以搁置了审批这个中欧投资协定，是欧洲自己停下来了啊。现在欧洲又屁颠屁颠又跑来找中国，但是账还怎么算呢？立陶宛你这台独在搞什么呢？你欧洲有没有管管立陶宛呢？还有欧洲议会你通过一系列的法案干涉中国内政，新疆的事，台湾的事，而且你还要跟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外交关系，你还支持台湾有某种程度的国际承认，你等于支持台独，所以这个账怎么算呢？中国现在处在一种诶，突然大家都要来找我的状况，那中国就要想我的现实利益是什么，我的中期利益是什么，我的长期利益是什么？那这些来找我的人，
他要来我的利益，那他要给我，每个人都想要中国的市场，但是每个人又都不希望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。我又要赚你的钱，我又瞧不起你，我要骂你，我要把你改造成让我更容易赚你的钱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态度。所以各国纷纷都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面开始展开认知作战。你要知道，大陆很多科技公司背后的金主其实都是国际资本，这是一个。所以大陆的很多科技公司掌握权在身上。第二，大陆的网络平台以前外在势力的进入是比较隐蔽的，可是现在不只是美国啊，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各国、乌克兰、俄罗斯，谁谁谁，更不要讲台独，都纷纷抢进微博啊、B 站啊，各种，不要讲微博，都纷纷抢进大陆各大社交平台、短视频各种平台，开始展开认知作战。所以你有公平吗？没有公平啊，大家纷纷进来，可是这些进来的国家，他们很多都是禁掉华为。都是进大陆的网络平台公司，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，油管今天都还禁掉俄罗斯通讯社，不准你讲话，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？不是说我们要争取100%的言论自由啊？你定掉他反侵略可以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够让人听到俄罗斯的说法？不准你说啊！不准你用钱，不维修你的东西，我全面把俄罗斯从地球上孤立出去。其实你也可以看到，他这个手法跟以前对中国的企业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想，中国要怎么样才能够挣脱美国的霸权？这个世界上，如果美国说了算，美国今天可以成功制裁俄罗斯，那么他就可以成功在将来用制裁的手段压迫中国。